来吃个螺蛳粉，在振兴路71号。菜单本身是不会辣的，对，我们辣椒很辣哦，你自己看一下，看慢慢加进去啊。好，看个人的吃辣程度。它那个是脆皮猪肉。对啊，脆皮猪肉。那这一碗就是综合的。综合的还没好，还有一个这个碗。哦，还有一个脆皮。上菜了，综合螺蛳粉、叉烧、脆皮猪肉、炸弹。嗯，150。有酸笋。油炸腐竹，是花生，这个就是豆角，有木耳，来吃。炸弹、叉烧、脆皮烧肉。螺蛳粉，酸酸的。花生、香菇、这个葱花，里面的材料很多哦。